哎，怎么回事？不相信。哎，不是啊，这一号链接啊。一号链接吗？哦哦，对，我把一号链接看成是那个去了。讲解弹出来。好。来，再炸一波，再炸一波，九块九，九块九，这个是九块九几包啊？九块九，它不可能只有一包吧？不是啊，一盒，一盒。一盒里面是几包？一盒六包。六包还是四包？四包吧。六包，我看一下。对，你点开进去看一下呢。再给大家炸一波九块九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很漂亮，这个今天凡哥非让我穿成这样子哈。凡哥姓莫吗？我也姓莫，凡哥不姓莫。六代的哈，六代吗？六代的都有哈。来，稍等啊，稍等，六代是九块九是不是？对，九块九。来，各位姐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被我吃完了哈，品被我吃完了，我先给你们说一下哈。来，现在再给大家炸一波九块九的，这个是。面包脆啊，这个是面包脆，各位姐姐、叔叔、阿姨们。但是的话哈、啊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跟刚刚的那个这个相比起来的话，这个要那个箱子有这么大啊，那个一点哈。这个被我们吃完了。各位姐们，这个是芝士面包哈，各位姐们，这个是芝士面包。它没有，它有芝士跟巧克力的，你随便拍，要拍芝士、芝士的，我觉得更好吃。但是啊，各位姐姐、叔叔、阿姨们哈，来。九块九，再给大家炸一波。下方黄车啊，下方黄车九块九，来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六袋，品被我吃完了，品被我吃完了，只剩了这两袋哈，品样品被我吃完了。九块九，你可以拍到一小箱，小箱里面，哎，不对，应该是四袋吧？六袋啊。箱子里面有六袋哈、啊，哥姐们，但是我忘了是六袋还是四袋，凡哥非得说是六袋，行，那就六袋啊，九块九，你们收到是六袋哈、啊，它里面呢，里面它有那个巧克力味的，还有那个什么味的，芝士味的啊，哥姐们拍了九块九六袋，但是这个是一虽然说这个不是垃圾食品哈、啊，哥姐们，但是它也只能属于是那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就是休闲的小零食哈、啊，哥姐们，但是。不好意思哈、啊，哥姐们，这个是很好吃的，但是好像被我吃完了，只有这个了，只有这个味道了。另外一个芝士的更好吃，来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直播间大部分都是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他们都比较养生，他们都喜欢养生，他们喜欢吃这个。来，哥姐们，吃的话是六袋是吧？好，六袋哈，哥姐们吃的话是很脆很脆的，这个东西哈，你拿回去，老人喜欢吃，孩子喜欢吃，因为。他嚼以后，老人就算牙齿不好，他都能嚼动，因为你入口即化，哥姐们知道吗？入口即化，好，入口，你稍微扭动一下，他就直接就化了，入口即化，嘎吱嘎吱脆，但是入口即化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你孩子也喜欢吃，老人喜欢吃，当休闲零食去吃，当休闲零食去吃，但是它不是垃圾食品哈，哥姐们。但是你说它的营养有没有这个好？肯定是没有的，直接说。反正不管说怎么样。嗯，乐山西一代女神，谢谢文哥啊，谢谢我文哥，你拍两单好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比什么好吃？这个适合小孩子吃，这个是老人。这个也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这是两个口味。这个呢有一点点稍微带一点点甜，带一点点咸。这个呢是带甜的，但是这个东西的话，哥姐们啊，这个的话，肯定这个的营养肯定是比这个好的哈，直接说哈，直接说，因为那个里面有牛奶，这个里面没有哈，哥姐们来。最后两包样品给阿尔吃完就不卖了。阿尔贝母有点黄，有点苦，是坏的吗？来，五二三八，我早就跟哥姐们说过了，贝母你拿回去是不是跟纸一样这么白的？我们不要了，那个是假的，那个是硫磺熏的，那不仅仅是硫磺熏的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它从那个染过色的，哥姐们，那个是假的。还有一个。什么是真真实实的贝母？真真实实的贝母，你嚼的时候它是带微苦的，带一点微苦的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。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了哈，好不讲了，因为我现在贝母没有上车，不能讲。但是今天妖女妖气不好看，是不是？不是赌这个。今天化妆了，阿尔第一次化妆出镜。今天是凡哥让我搞成这样的，你们骂他去。然后这个的话啊，哥姐们，这个是很好吃的哈，这个很好吃，吃着感觉很好玩那种，很好吃，可以说它比这个都好吃，但是呢，这个呢，确确实实是有营养的哈，知道吗？
口红不要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深一点，那天用的那个颜色浅一点。凡哥直接给我买了一盒口红，里面有很多个颜色。啊。嗯。我们直播间大多数都是叔叔阿姨，他们都喜欢健康的东西。好。这个是零食小零食，他们喜欢这种健康的东西。这个。对，那个都一样。再来一个，哥姐们好，刚刚那个直接过掉了。芝士脆直接过掉，来，五个数来，五四三二一过。素颜更好看是不是？你不习惯，我自己都不习惯，很不习惯。过了啊。嗯。啊，给我们香菇啊。在我卖香菇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个笑话啊。啊。嗯。你跟大家讲香菇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个笑话。好，来。这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哈，这个你们直接去带，这个多少？我点出来啊。六块九吗？不是啊。九块九。点你看一下，这是一包六，这个一包六块九的啊，但是它是。我问你六块九吗？你又说不是。嗯，好，是好。对，香菇今天化妆了，吃的。香菇哈，我跟你说个事情啊。上次有一个粉丝哈，有一个粉丝家人啊，他把这个。口红蛮好看的。他没有，就是差一点点。他把这个香菇拍回去以后，他拿去炖汤吃了。啊、嗯。我先跟大家说，这个香菇它是低温烘焙的哈。它是低温烘焙的，它是就是香菇，但是它是低温烘焙，它是干的哈，干的它是当零食吃的哈，它是健康的零食哈。你说现在小孩爱吃薯片呢，什么是不是爱吃薯片薯条了，那是不健康的。但是我们的香菇哈，我们的香菇它的配料是什么？它配料就是香菇，它是很健康的哈，它可以老人小孩都可以吃，特别是小孩啊，小孩家里的小孩不是爱吃零食的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香菇放在盘子上给小孩子吃，就不会怕他们吃太多，知道吧？不是油炸，对，这个东西不是油炸食品。好，今天你讲，我给大家谈一波，我们就下了。来，哥姐们，来，哥姐们哈，这个东西哈是真正的香菇去小香菇去做的哈，它是真正的小香菇去做的，它不是说什么面粉撒粉的拿去做来代替小香菇的，不是来，它还有小香菇的根根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来看到没有？还有小香菇的根根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小香菇去做的哈，香菇拍回去煮面很好吃。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好了，直接开袋计时的东西，开袋计时的东西，嗯，小香菇我们这个时候啊，但是我们年纪大的老人应该吃不了，因为它有点硬，啊，有什么说什么说吗？但它很香很香，它很香很香，知道吧？然后它不是什么垃圾食品，不是什么油炸的哈，哥姐们，这个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小香菇去做的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还有根根，它有小香菇的根根啊。你拍四包，好，不说了，过量。好。过掉了哈。好。五个数没有去拍这个小香菇的，小香菇你拿回去直接开袋计时，很香很香的哈。来，五个数，五四三二一过。你这个五秒只有两秒感觉。好，行吧，来重新来，再来。来，不要拍，赶紧拍，六块九。再来，六块九，你看油费都不够的。煮了香茸黄是不是？嗯，可以，可以，你拿去煮面也行哈，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它是真。你如果不是你直接退给我啊，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小香菇去做的，来看一下啊，还有根部，它不是说面粉拿去搓成一个圆的，说是小香菇卖给大家的，不是的哈，来五个数给它过掉了哈，五四三二一过。好，那我就把车取下了，好吧？嗯，拿来煮面煮菜的也可以，你们都试过了是不是？很好吃的，真的。不会吧，煮面出来也可以吗？那我也怎么不可以？肯定是可以的。不会吧？但是它是那种已经就是
低温烘干了，相当于。对啊，它就是熟了的嘛。嗯。熟了就没有关系啊，下锅，因为它是硬的嘛。嗯。下锅水里面去煮了以后，它就是变成软的了嘛，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嘛，不用煮太久嘛。就反正温柔的嘛。啊，最温柔了。啊，来。网上有卖的，肯定有。啊，来。嗯。小两一人。刚刚。不是应该看这里才小两一人吗？一百四吧，好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呢？我会一直等。叫凡哥搬过来就不能。哇，这有刺啊，不能，小心啊！玫瑰有刺啊，小心啊！啊。嗯，好香啊！哎，你怎么把它放这么多？这一束子怎么一整束怎么放在里面来的？嗯。上点日月品是吧？日月品，我叫人去就是选品的哈，我去叫人安排一些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放在其他账号去卖的哈。哦，十三，为什么我提交不了订单哈？琼姐是这样子哈，琼姐，我跟你讲，你提交不了订单是因为你的车里面哈，你的购物车里面有未支付的那个订单哈。你把那个未支付的订单支付了就行了哈，因为你已经点了购买了哈，你点了购买没有支付，知道吗？你点了购买没有支付哈，所以它就会提示，就会提示，当前达到购买上限哈，知道了吗？弄好了没？有杨杜君吗？有啊，啊。杨杜君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上车，你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孕妇5669，孕妇27274569哈。什么梗？啊？接着，没事。哎呦我的个天！哎呦！哎呦喂，我的个天！我们刚刚才下车，要跟我们 PK 呢。来吧。是呀，他们说，什么？他们说你们在选美比赛，我们两个看一下在选美选什么。